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什么作品呢？南瓜先削皮，斜刀将实心的部分取下来做孔雀的身体，在其表面刻出孔雀的头部跟颈部，没错，就这个造型。然后再组装在一起，去掉废料，修出身体的轮廓，刻出脚及身上的羽毛层次感，去掉尾部上的废料，再刻出一对爪子，尾巴上的羽毛拿来底座，摆上身体、头冠，还有一对爪子，一双翅膀，拿来刻好的羽毛阶梯状的拼接上去，最后给它一个特写咯。刻了一个上午，终于完工了。刻得不好仅供参考，每天更新哦。